Can't touch this. 小学的都可以，初中的也都可以吧。六年级吗？小学奥数比较难。高一吧，一二三年级应该都行了。六年级一下吧。六年级，我觉得辅导你这样的是没有问题的。三年级吧，初中吧，初中以下都可以了。三年级以下吧。初中生吧。可以辅导高中的学生，高三。觉得初中以下没问题。Yes, how we living and you know can't touch this. 好难啊。有点高智商吗？不知道，我不知道。方等于一，每应该等于九吧？每加每，加等于八。方等于一，一八九，八九加上九，哦，压等于零。啊，是的，这个是三年级的题啊。是的，三年级就这么难了，现在我会放弃辅导你吗？有点难，这个有点难。是的，是这样的。我写对了。啊，人二十四加 C，A 应该是个偶数，C 应该是一两九八。确定答案是阿拉伯数字吗？是，应该是。然后减去九八九，井是零。零。零吧。辅导不要了，不会，我还是别辅导了。不能，一年级，一年级。那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能辅导谁，现在我已经上十二了。那我还能辅导你，还很不错。就是我可能可以辅导五年级的语文，但是三年级的数学可能太难了。一年级，对，我得从上一下小学。现在我连幼儿园都辅导不了，初一吧，闹着玩还高三呢。如今的小学生都在学什么？无非是乘法口诀。拼表一元二次方程，假如你还在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瞧他们了。随着教育的发展，教学的完善，如今的小学作业绝非简单的加减乘除 ABCD， 观察力、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一道道小学作业题难住你的同时，也让你不得不感叹小学生的惊天才华。任凭你学富五车，博士毕业，面对这一道道习题，能全身而退的家长恐怕没有几个。六月考试季，齐天说不考孩子，考家长。令人抓狂的小学习题，只有家长参加的期末考试。开卷，集大众观点，探世间百态。欢迎收看《齐天说》。大家好，我是志南。大家好，我是欣蔚。哎，今天呢是2018年高考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学生们呢已经开始享受了他们自己愉快的假期。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考生们都可以考取一个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含辛苦读的成绩。是的，希望所有的考生呢都可以考到一个理想当中的大学。不过考生们虽然可以歇一歇了，但是家长们紧绷的神经是一刻也不敢放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成绩还没有公布嘛，是吧？对于家长来说啊，没有到入学的那一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确实是这样啊，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呢，不仅是上大学的时候要紧绷着啊，其实在孩子上高中、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呢，都是有很多操心的事儿。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蹭一蹭这个考试季的热度哈，但是我们的考生呢不是学生，而是家长。今天我们请来了六位学龄前的这个家长，让他们来感受一下现在一到三年级的这个小学生都在学什么。让家长答小学生的题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儿啊？简单，我告诉你啊，现场一共是六名家长，一到三年级的这个小学题啊，全部答对的没有。真的假的呀？真的，那在这儿呢，就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了，马上拿好纸和笔。齐天说家长期末考一到三年级小学专场马上开始。在80后大军纷纷奔四走向中年，90后开始端着保温杯喝着枸杞水养生，00后也开始用起化妆品后，10后的小学生异军突起，抢占话题热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关于小学作文和考试题的话题相当火热，奇奇怪怪的作业题，令人抓狂的入学考，看着孩子们的习题，多少人感叹幸亏自己毕业得早，要不然以现在的知识水平，小学毕业都成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齐天说栏目组就设置了一场特殊的家长期末考，让家长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一下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我们共邀请了六位家长，根据试题类型分为数学组和语文组两组。在这场脑力制胜的考试中，家长们的表现如何呢？观察开始。
各位家长，你们好，欢迎来到家长期末考的考试现场。我们今天要考的是数学考场，我是今天的主考官欣蔚，非常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这个考场。首先吧，先咱们来沟通一下，看看家里都有多大的孩子，因为你们的名字我也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从这个张惠子张妈妈开始，您家的孩子多大了？我家孩子五岁。五岁了哈，幼儿园是吗？对，幼儿园中班。啊，孟妈妈。我们家孩子四周岁，然后在小班。李妈妈，四周岁，也是中一班。我也是一个四岁孩子的妈妈，然后呢，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能跟你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看了我们的题之后呢，我忽然觉得早生几十年是对的，因为可能看到这些题之后，可能我都毕不了业了。我相信一会儿你们也会有怀疑人生的感觉啊。就是现在上幼儿园，其实跟上小学也差不多，老师也会留一些作业。那平时在家的时候，你们都会辅导孩子吗？对，会的，都会是吗？对。那你们觉得，比如说以后孩子在上了小学之后，你们能够担当得起辅导他们作业的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吗？觉得担当可以，但是不一定能辅导上，是吗？没有这个信心是吗？就数学这一块可能还是有难度的。数学是难的，因为好像就女生嘛都会难一点。对，孟妈妈一直没说，是自己还比较有信心是吗？数学还好，我担心的是语言类的，你比如说外语或者是音乐类的，我们不行。看来每个妈妈都有这个擅长的，那今天是数学考场，不知道这个孟妈妈在数学这块能不能得到高分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取了一些这个小学三年级以下的题目。就是可能在你们的印象当中，三年级以下的题是不是已经很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就 so easy， 但是今天是个坑啊！欣蔚说的没有错，今天的题目可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呢。首先我们先出一道80年代的热身题，主要是考察学生们的观察能力，运用加减法的运算就能得出正解。那么我们来看看家长们的表现吧。好，请各位家长答一下题，答题时间是5分钟，谁要先答完了就可以按铃先告诉我一下。啊，一共四道全答完了啊？全道？对啊。啊，你这么相对来说还是简单一些。天哪，你是电脑吗？那来吧，你说一下吧。第一个是12+7=19，对。第二个是10+10=20，第三个是3+1=4，第四个是5+4=9，第五个是6+7=13。好，就我觉得两位妈妈也没有什么疑义，对不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很简单，只要是会算数都可以。但是这道题只是一个热身，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的这个考试的题目了。热身题目让三位家长洋溢着笑容，充满了信心。重温学生时代的考风过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这是一道选自香港一年级入学考试题，图片中的车号看似毫无规律，那么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这个题怎么还有家长想要拿手机呢？不能碰它。我是想那个算一下，在纸上算。没有，可以在你第一张那个白纸的对背面哈。对，可以的。这个香港某小学出的这道题的意义在哪？就是太难了。如果这道题就是一道可以决定你是否能上大学的题，应该我就辍学了。我估计我连小学都上不去。咱俩的想法是一样的。至少这个香港小学肯定不会要我，是不是？就在欣蔚和张妈妈吐槽题目难度的功夫，孟妈妈一言不发，不停地调换着纸的位置。难道她已经找到了这道题的规律所在吗？不知道对不对。完事儿了吗？对，我放弃了。放弃了。李妈妈，我也不确定，放弃吧。那确定就放弃。什么？没听错吧？小学生的一年级的题目，两位家长竟然直接放弃。那么我们来期待一下孟妈妈的答案吧。你要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吗？示意我一下。好像是87。你是怎么知道它是87的呢？我看这个数字，我刚才算了一下，正常它奥数它有一个规律嘛。但我看它这个好像不是奥数的规律。
怎么看好像也不是。然后我把这个纸来回转了一下，好像是按数字排的，是86、87、88、89、90、91，但这个最后这个91这个一好像写反了，我又不确定是不是按这个排的。也就是说您的答案是87。对对，我非常高兴的告诉您，您答对了。哦，是87啊。对，其实这道题这么看起来其实是很抽象的一道题，你只需要把卷子转过来，这个是86，然后是87、88、89、90、91。啊，因为我孩子在这个看数字的时候或者写字的时候，他愿意反着写，因为我在给他写数字的时候，我是这么写，写六，但是他站在我的对面，他看这个数字，他就告诉我是9。嗯，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们的第一轮呢，就是孟妈妈给出了正确的答案87，恭喜孟妈妈答对啦。嗯，好。孟妈妈虽然对自己的答案有些犹豫，但是结果还是十分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目，出自于暑假小学生2年级的复习材料。小学生 A、B、C、D 四人要外出，却带了7张饼出门，问如何分配让孩子们非常满意。各位家长开动脑筋，运用你们的巧思解答吧。那接下来请我们的三位妈妈开始做题，5分钟计时开始。这是一张跟饼有关的题，不知道对不对啊。好，来吧，孟妈妈。我的想法是，刚开始我第一想法是我自己留3张饼给他们一人一张，后来我一想不对，七张饼都带出去了。对，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把这一张饼给它切成4份，然后我每一个饼就相当于给他拿出一块分给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摞饼一共切成4份，就是切成十字花，哎，对对对，然后给你一个挨个分，每个人分到7小块，应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用4×7=28，我用28又除以4，每个人分7块，我这么想的，对。答案非常的正确，我第一反应是石头剪布，石头剪布是吗？那黑板就不错了啊。好，恭喜孟妈妈先给出了答案。看着考场上大家其乐融融的场面，三位家长的心思早已经不单单是做题了，而是沉浸在一起讨论的乐趣中。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道题是一道出自小学生奥数2年级找规律填写题，那么谁会发现这套题的陷阱呢？3个鞋相加等于30，鞋加2个猫等于20，猫加两个，呀，算出来了，还没等我说完呢。张妈妈说吧。我觉得鞋是10，然后猫是5，这个下面的哨子是4，最后的结果是30。差一点。孟妈妈听到张妈妈答案，先是认同的点了点头，而当主持人说到差一点时候，疑惑的挑了挑眉毛，又伏案继续寻找新的答案。这么认真的她能否答对呢？应该是5×2+10，应该是20，因为是一个哨，两个哨是4，一个哨应该是2，2×5=10，然后10+10=20，不知道对不对，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这3×2=16，对吗？是怎么算的呢？那个猫脖子上没挂哨。是猫脖子上有个哨，看见没？天呀，这个哨是2，然后那这个没带哨的猫就应该是3，3×2=6，6+10=16。刚才李妈妈也说是，你也算出来了，对吗？恭喜你们三个都答对了。恭喜！这个厉害。这个其实考这个孩子这个注意力，这个挺难的。其实我们都没想到，要不是你说不对，我们想不到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在打眼一看的时候，你觉得这几个猫长得应该是一样的啊？对，一样的。谁也不会注意它下面少了一个哨。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说不对，我们想不到，是不是？
这道题尽管我说了不对，在后期的时候我也是想不到的。那你们真的都太厉害了，就如果要是我坐在你们这个位置，可能我自始至终一个题都答不出来。结合我们刚刚的这几道题，我们上面的这几道题，大家来先说一下感受吧，好不好？我们先从李妈妈开始，你觉得通过这几道题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的感受就是现在我们大人的思想就是有点太局限了。没想到现在孩子的教学方面是特别的开阔，各种的逻辑思维，我觉得真的是跟不上了。跟不上了。跟不上。那您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孩子4岁嘛，咱们俩的孩子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明年后年就上学了。20年。对，20年就上学了。你觉得你能去辅导他吗？如果通过这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应该抓紧的去先充实一下了，是吗？对对对，应该是学习一下，能够赶得上陪伴他这个学习的问题，成长，一起成长嘛。想必家长们亲身体会了这场特殊的考试后，也更能和孩子换位思考，互相理解。言归正传，我们的考试还没有结束哦。今天的最后一道压轴题选自成都市某小学3年级的日常作业，可真是难度不小呢。你看，孟妈妈都不参与我们的现场互动了，已经开始悄悄的答题了。啊，这么快？因为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在算了这个题。好，孟妈妈说一下答案。那个这个题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太难了，因为我现在就是用了好几轮的这个替换。我把每一个空格里边这个我都给它标了一号，就是 XYZ 和 N。也就是说，X 加 Y 等于8，Y 加 Z 等于8，然后 N 减 Z 等于6，X 加 N 等于13。经过两轮替换之后，我发现得到了这个 X 跟 Z 是相等的，都等于3.5。我把这3.5输到里边之后，就发现，第一个数是3.5，第二个数是4.5，下来的这个数是3.5，然后最左下角这个是9.5，然后我验证了一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挺难的。你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是大人做的。这道题看似复杂，实则若按小学生的解题方式，我们已知这两个数相加都等于8，那么这个数和这个数便是相等的。我们通过一个线段图来表示，如果两数之和为13，两数之差是6的话，则线段中的小数为两数之和减去两数之差除以2，等于两数中的小数。而两数之和加上两数之差再除以2，等于两数中的大数。但是真的，其实我觉得你说的也对，这个题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3年级的小孩来说，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虽然你们三个真的你们三个表现真的都特别好，为你们鼓掌。因为这几道题我在没有知道答案的时候，对，我在没有知道答案的时候，我真的也是不太能弄明白。但是我觉得整体下来，我们在沟通了这么多，在包括最后这一道题，我们看似很难但其实很简单的一道题上，我才发现其实作为家长真的应该用小孩的思维去跟他们沟通，去跟他们学习，去跟他们生活。就像网上有一段话说的是这样的，孩子长得很矮，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应该蹲下来跟他说话，是应该跟他平等的。同样在学习和生活的思维上也是这样的。希望今天这样一个家长期末考会让你们回家对你们的孩子，然后对你们自己有重新的认识。然后呢，在这也希望这个也是一样，马上孩子都要这个上小学了嘛，也是希望我也跟你们一样吧，多多的努力，还有2年，还有1年的时间啊，在这1年的时间里好好丰富的自己，然后以后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妈妈，非常棒，谢谢。家长期末考，小学数学组的考试圆满结束了。三位妈妈的表现各不相同，孟妈妈学霸级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妈妈和李妈妈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孩子们即将进入小学，希望三位妈妈们通过这次期末考，对孩子们的小学学习生活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发挥妈妈们伟大的力量。和加差除以2等于两数当中的大数，和减差除以2等于两数当中的这个小数。捣鼓啥呢？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算法。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没有学过呢。你小学那都是哪年的事儿了？教育也在变化。感触还真的挺多的哈。这个题看起来其实挺难的，但是了解了算法之后呢，挺简单的。
简单，你可别闹了。当时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大脑当时一片空白，马上怀疑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力。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俩都是文科生嘛，数学差一点很正常啊。文科生，我告诉你啊，语文考试是同样让人抓狂的。语文都应付不来了？那可不。那接下来呢，我们七天说家长期末考语文组的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结束了数学组的考察，语文组的期末考试即将开始。相比数学的缜密逻辑和复杂的解题过程，语文考试听上去似乎容易许多，但是实际情况真的会如此吗？一起跟随欣蔚开启下一场考试。各位家长你们好，欢迎来到家长期末考的语文考场，我是你们的主考官欣蔚。首先呢，非常欢迎各位家长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考试现场啊。首先做自我介绍吧。先从这个杨妈妈开始。杨妈妈孩子多大了？孩子已经5岁了。啊、哦，马上就小夹板就套上了啊！李妈妈呢？我家孩子5岁，也5岁，上小学。好啊、哦，陈妈妈。我儿子今年4岁了，2020年上小学。啊、哦，咱俩是一样的。你们对现在的这种考试机制，包括孩子即将面临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内容上，语文、数学、英语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你们觉得跟你们以前是不是能一样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跟20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从小也是一直在应试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每年的考试，2次期中和期末考试。嗯，我感觉真的跟20年前没有任何区别。你感觉其实在形式上，我们其实跟这个20年前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我决定先不问你俩了，因为我怕问多了之后呢你们就懵了。你们俩一定要留好你们自己想说的，在结尾的时候跟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场上的三位妈妈包括欣蔚在内均是准小学生的家长，而今天的语文试题来源正是全国各地小学各年级的真实试题。三位年轻妈妈的表现究竟如何呢？让我们先用一道热身题试一试他们的水平吧。首先呢，我们这道题其实很简单，是热身题。这道热身题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语文的考试，很简单，就是拼音填字。第一道热身题，节目组特地选择了一道来自1999年长春某小学2年级的期末考试题。20年前的语文试题还停留在单纯考察学生的基础拼写能力上，然而这些看似日常的词组，在不辅助手机的情况下，妈妈们能不能准确地写出每个字呢？一起来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提笔忘字是现在很多大人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九宫格，打字那九宫格。对，就是感觉应该，哎，这个字如果在电脑上出现，它应该怎么打？对。果然，传说中的失写症就这么出现在了陈妈妈的身上。提笔忘字已经成为大多数用惯手机电脑成年人的通病，这道对于小学生来说非常基础的题目就这么难倒了在场的家长们。接下来马上开始的正式考试，妈妈们可要加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正式的考题。第一题，根据范例算出以下特殊加减法的答案，请大家写出你们的答案，答题时间为5分钟。这道题目来自武汉小学2年级的作业测试题，考察的是学生们的联想思维与成语积累的结合能力。作为成年人的妈妈们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不要作弊啊，李妈妈快把手机收起来。今天真是圆了我从小就要监考的梦想。2/3起码可以是牛蛙火锅吗？你能写的是牛蛙火锅？牛蛙火锅。嗯，
去啊去啊去。这如果在考场上出现了这三个音，老师就会想你是不是在给别人信号作弊。三位妈妈都完事了，我们从第一个答案的陈妈妈这儿来看一下答案。第一个，脚剪鞋袜加草地等于什么？我答的是回归自然。下一个呢？掐头去尾。嗯，第三个呢？甚是想念。是啊，为什么喷嚏是甚是想念啊？咱们不是有个谚语，就是也不是谚语，有个说法不是你打喷嚏打得多，就是有人想你了吗？啊，你是这样想的是吗？对呀。哎，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在大人的里面是 OK， 是可以的啊。甚是想念，其实也是可以的。来，李妈妈，我第一个答案是逃之夭夭。啊，你是觉得这个把袜子什么都脱了，在草地上跑，然后这种感觉是吗？啊，好。第二个呢？三分之二的青蛙。我第二个是井底之蛙。嗯，第三个。第三个是个异想天开。异想天开。对。杨妈妈。我第一个答案是自由飞翔。嗯。第二个是三分之二个青蛙，我也写的是掐头去尾。最后一个答案是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我写的是好运连连。好运连连。我们今天给出的正确答案，第一个鞋啊，脚剪鞋袜加草地等于。脚踏实地。三分之二的青蛙，其实你们说的基本也都对，掐头去尾。但是呢，我们要把它说的稍微的，这个文绉绉一点，叫做有头无尾。然后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加一个喷嚏是接二连三。看着妈妈们认真记着正确答案，录制现场仿佛瞬间变成了学校课堂。尽管题目没有回答正确，但是美美妈妈的认真态度还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怎么样，第一道题说一下感受，简单的谈一下，谁想说一下？我现在就特别理解说孩子早教里面说让他早一点接触艺术，因为艺术是发散性的思维。我现在就特别理解，这个绝对是为以后的这种题做准备的。是好，第一道题就让三位妈妈看到了我们这个小学题的威力啊。那接下来的这道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下面呢是麦豆芽老翁写的一副对子，怎么读，请写出每个字的声母。接下来的这道题是一道小学三年级的趣味知识题，考察学生根据情境运用多音字的能力。那么这十四个相同的字组成的对子，妈妈们将赋予它们怎样的读音呢？ OK， 都完事了是吧？来，杨妈妈先按着铃，你先给我们来读一下。是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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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李妈妈，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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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陈妈妈，我的答案是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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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呢，第一位杨妈妈答的是最接近的。其实你只要把你上下颠倒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是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淡定自信的杨妈妈率先答完题目，并最接近正确答案。陈妈妈和李妈妈也是各有各的思考，不过通过这道考题还真是忍不住要赞叹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接下来的考题难度系数升级，谁能命中正确答案，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道考题来自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试题，将数学元素与语文成语巧妙结合，考察学生的综合思考能力。本以为躲过了数学考试的三位妈妈，没想到在语文组和数学重逢，瞬间都变得严谨起来。他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好，两位，不能放弃吗？放弃了是吗？二乘以三一等于六点六多吧？我写六六大顺。六六大顺。二是一比一百，我写的是形单影只，因为它后边两个圈没有了。然后九寸加一寸等于一尺，我写的是得寸进尺。一二三四五，因为它已经得到寸了，然后就进位进到尺上面了。然后一二三四五六零九，是我写的是缺七少八。然后后边是幺三五七九，第五题我写的是，一开始因为我写的是无独有偶，后来写不写应该是无偶，应该是
无偶有机，但是好像没有这个成语，我就好像觉得已经摁早了。好，李妈妈，我第一道题我写的是绰绰有余，我觉得二十除以三是六，还有余二，就写的绰绰有余。嗯。第二个是1%，我写的百里挑一。嗯。第三个是9寸加1寸等于1尺，我就写的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嗯。1234569，缺7/8，我就写的是参差不齐。嗯。13579，我写的是两两相望。嗯，中间没有偶数的24680。啊，两两相望，哎，这个好浪漫呀、啊！陈妈妈写出来几个？我第二个写的也是百里挑一、嗯，然后第三个也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嗯，然后第四个我写的是7788。7788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各位妈妈不妨记一下，20除以3，你刚才说的那个思绪是对的，因为它除不尽嘛，6.66666，所以说它就是陆续不断，六嘛陆。然后呢，第二个1:100%，这个有答对的是百里挑一。第三道题9寸加1寸等于1尺呢，是得寸进尺，这个是对的。然后12345609，这个是7080。然后12135790，这道题的答案叫做举世无双。接下来我们简单采访一下各位妈妈的感受吧。我们这次从陈妈妈开始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因为他不光是要像我们那个时候应试，他还要接受来自就是更加与世界接轨、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国际化的教育。嗯，好，李妈妈。今天打赏这个试卷，我觉得可能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孩子更需要的是想象力。我觉得呢，作为宝宝家长，不要对孩子的很多能力上和想象上给予过度的一个管制啊或约束。好，说得特别好，杨妈妈。我说回我之前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说什么来着？他一定会收回的。跟我们那时候的这个完全定制教育是不一样的。嗯，我特别有感慨。看完这些题之后，我觉得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的孩子的教育，他们的更深入了。它是所有的这些知识层面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不是只是你学语文就一定要学语文，学数学就要学数学。我觉得孩子太了不起。我觉得真的，我们要三个妈妈放在小学。咱们三年级能毕业了，像我一个，可能我小学一年级就已经辍学了。对，就是对。其实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只是说正方形就是正方形，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正方形可以变成多角形。也就是说，现在孩子的思维它是很发散的，并不是把我们以前20年前的考试题给我们放在一个框里，答案是唯一的。经过了4道考题的洗礼，三位妈妈金句频频，感触良多。那么最后一道难哭你级别的5年级附加题究竟有多难？一起来看。我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也有点懵啊，因为语文老师分析这是一道填词题，乍一看其实挺简单的，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很难。最后一道题目来自杭州小学5年级的语文考试附加题，据说有位小学生被试卷难哭，家长为此拨打了12345进行投诉。那么这么 boss 级的题目，三位家长能否 hold 得住呢？来听听他们的答案。那我们从杨妈妈开始。我准备出去走走，在一个阴暗低沉的早晨，我离开了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来到了无边无垠的大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我顿时感到心平气和。我写的是，过倦了形单影只的生活，我准备出去走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离开了喧嚣吵杂的大都市，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我顿时感到波涛汹涌。嗯，好，陈妈妈。我过倦了形单影只的生活，我准备出去走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离开了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来到了惊涛骇浪的大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我顿时感到心明眼亮。那接下来我要把正确答案给你们公布一下，大家记录一下。过倦了形单影只的生活，我准备出去走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风和日丽的早晨，
我离开了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来到了风平浪静的大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我顿时感到心旷神怡。这道看似简单的填空题，实际上既要求填写四字成语，又要求与形单影只一样为 ABCD 结构，对于五年级小学生的成语储备量来说，就着实有些难度了。可见现在的语文考试难度确实已经远大于过去了呢。今天呢，我们的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最后每个人呢，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在整个考试过程当中的感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同意这个。我觉得应该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学习，就应该点点滴滴，然后所有的就是厚积薄发。三位妈妈不愧是经历了语文考试的考生们，结束语都颇具文采。本期的语文组家长期末考在妈妈们的欢声笑语中告一段落。正如他们所说，如今的教育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单纯为了应试，更是对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家长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别忘了给自己充一充电。毕竟现在的小学试题都已经不容小觑了。怎么样，文科生，感觉如何？文科生表示啊，这哪里是小学的数学、小学的语文啊，这简直就是脑洞题。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些题就是出现在小学课本上的。虽然呢有一部分是超纲的，就像你说的是这种脑洞题，但是我觉得呢，为了考验孩子的各种能力，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哎，就像参加我们考试的这些家长啊，他们说的一样哈、啊。不要读死书，不要死读书，多一些自我判断的能力，对孩子来说还是很重要的。86和88中间的数字是87，那基本这样的题呢，也只会出现在这个幼儿园里了。其实呢，这个题好像也不难，只要你把这个卷子倒过来看，你就可以看到答案。其实呢，这是考验大家的一种思维能力。那阴的反义词一定是阳吗？答案并不是我们以前想到的那种唯一的答案。与其在书海题库当中寻找唯一的答案，不如打开思路，寻求有更多的可能。那今天我们家长期末考小学组的考试呢，就先告一段落啦。集大众观点，探世间百态，七点说，下周见。以前吧，我一直崇尚的是一种情商教育，一直提倡的是素质教育，但是我感觉我坐在那里的一刻起，我才知道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中国式教育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就我们小的时候吧，就是学习比较死，就是这个东西举一反三的能力不够，但是现在我通过刚才做的那几道题啊，对我启发挺大的。再一个是也有一点担心，就是虽然有些题我能做上来，但是我发现我的思维方式比较困难，我又担心我把我这种很复杂的方式告诉了给孩子，又怕误导孩子，所以现在你说让我们怎么去教，现在有点迷茫。刚开始是有一点害怕紧张，然后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我的孩子了，突然有这种感觉，有这种质疑，就是我觉得用我们以前的这种接受到的这种教育的话，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给予我的孩子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我们真的是到了我们该学习的时候。我应该现在马上充实自己，然后能够陪伴我的宝贝在上学的时候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就是这样。我把自己的身段再放低一些，我要跟他一起成长，能做他的良师益友。我希望他照他自己的心目当中的规划，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厚积薄发的去前进。我想对孩子做一个就是思维发散方式的一个训练，就是像思维导图的那种，这样的话我想让他对一件事物看得更远更多。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一定要记住有一个口号，是你是你，他是他，不要和任何人去比，只和自己的过去比。